台湾也好玩，这个台东的热气球嘉年华进入第四年，在明天呢要热闹登场。那么刚好是这个三天的端午连续假期，当地饭店民宿一房难求，除了寄出这个住宿优惠之外呢，还有民宿推出了细致的待客排队热气球的服务。色彩缤纷的热气球，有的还有特殊造型，一同升空好壮观。从高处往下看，鹿野高台以及花东纵谷的美景尽收眼底。为期两个月的台东热气球嘉年华31号正式登场，刚好适逢端午节连续假期，让当地的饭店和民宿业者好期待。只要我们的客人搭铁路或者是搭华信的航空的班机到台东来入住鹿鸣温泉酒店，都可以享受每个房间退费1600块。饭店纷纷寄出优惠，只要凭交通工具的票根就可以折抵上千元的住宿费，甚至提供热气球专车往返接送。民宿业者也要抢攻热气球材，出动排队工。过去两年的经验，那边都很早就有人开始排，那我们这边会希望就是客人可以多休息一点。台东热气球受天候的影响，只能在清晨6、7点以及傍晚6点前开放飞行。业者体贴游客，不用排队苦等，就是要游客玩个过瘾。记者徐玉露、蔡英芳，台东采访报道。